法主慈悲，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呢，新麻子60甲子的灵签的一个解说，来分享呢46签辛未签。那麻子的应运星的时代呢，对那个签师改了，把旧的签师改了几个字来补充，因为因应这个新时代的需求。 因为环境的一个不同，法令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所以需要有新的那个签师来补充。那希望顾问呢，帮马主来解译新的签师解译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我们要分享46签辛未签。 辛未签的原签文呢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功名得位以金贤。我们呢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呢，积极上进，自然就会显露头角，得到应有的功名地位，前途富贵喜安然那前途也必然呢可荣华富贵，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 若遇一轮明月照，15团圆照满天。如果呢，能再遇到一轮明月高照的机会，那就像中秋15团圆露般的月亮，其光辉呢圆满照亮天下，没有任何的遗憾。15团圆呢，照满天。那 原签文的七言绝句呢，都非常的白话。那顾问针对那个原签文呢，几个关键的字词呢，做一个解说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功名得位，这个得位呢，就是可有身份地位有职位呢可居，可以找到工作啦，或者要升官啦，你有职位可以居。 还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方向，得位要知道自己的定位，自己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如果你要考试抽到这个签，它因为有得位，我想呢，就一定呢可以有那个考得上，有这个名位给你的。以金贤呢，人的成就呢是否可以显达，完全决定在自己的付出跟努力。 以金显呢，就是说你的努力呢、付出呢，就可以决定你能不能显达。那如果是女孩子呢，有先生的人呢，那就很不错了。女性的成就呢，是依附在另外一半所以你是为人太太呢，那你的成就呢，就要靠你的老公喽就让你搞公了，也是很不错再来。 喜安然，很自然的这个喜呢，就是快乐嘛。安呢，平安然呢，自然。所以喜安然呢是自然快乐又平安最好选择自然安全的方法比较适合如我们举个例啦如以和为贵。另外这个安呢是宝盖下面一个女生。 就是喜欢家中有个女生最好，所以我们家中有个女生呢就非常好那所以这个签呢，女生抽到呢非常的棒女孩子抽到这支签是非常的好的下面一句若遇一轮明月照，它有它的含义，它的含义说，如果圆满了一件事。 若遇一轮明月照，就我们如果把它一件事情圆满，那最后我们就会15团圆照满天。要圆满一件事后，若有一个贵人来指点，若遇一轮明月照，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解释，如果有一个贵人来指点我们的15团圆会照满天。如果遇到呢夜明的时候。 15号呢，每个月的农历的15号呢左右，我们可以15团圆照满天。那因为月是指女生，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出现呢，我们也可以很圆满。所以这支签的很重点，漏遇一轮明月照呢，就有这种几个含义啊。一轮呢，这个轮呢，我们就要小心了啊。轮过一回，也就是由盛而衰，由衰而盛，轮过一回，就是有循环轮回之意啊。这个签呢，提醒我们要慎防呢啊。 盛极而衰。15团圆照满天的15团圆，指的是中秋月圆连团圆的时候，事情可以明朗，圆圆满满的解决，得到最大的成就。15团圆就是我们可以圆圆满满的解决，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啊。那时间就指的中秋啊，我们团圆的时候啊，月圆团圆的时候。 那新签呢？马主任改了，把原签改了几个字。我们针对改的字呢，做一个了解解释。我们再来体会呢，来解释这个新签马主要补充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第一个“会”，就是邪恶的人弄脏了啊；而“污鸡”这指呢浸泡、沾染、感染疾病而死。 感染疫病呢而死，积累于物体的一些污痕。那罗呢啊，那雕刻金石之意，也有疏通的意思。啊，圆就是圆满啊，圆指圆满。民呢啊，民酒嘛啊，民就是酩酊大醉，宴请民酒。 所以新签呢，马祖改了这几个字，那我们了解它的意思以后，我们整个来体会马祖要表达、要补充的信息，要提醒我们的，因为我们要参考啊，原签的一个卦象啊，那新签的卦象啊的卦啊，还有签图啊面盆、铁盆，还有签书故事。 啊！狄仁杰中兴大唐，江山一役永入侵，江中历经四状元。这个戏曲历史的故事，我们呢把它交起融会以后，鲧呢对于新签是这样解说的啊，这样意会的啊，就认为马祖是这样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邪恶呢？ 不好的那个小人当道，内心一定要坚持正道，不要受其沾染而败坏，不要被他影响。啊，同流合污，要有信心，任何人都可以疏通的，都可以雕刻而改变的，只要我们有诚意，准备名酒、宴请或送礼。 让对方满意，自然可以圆满解决。啊，这个新签的一个解说是说，如果我们遇到呢不正派的人、邪恶的人呢，啊，当家当道，啊，我们一定还要坚持正道，不要受其呢啊影响。我们呢要相信，所有人都可以疏通的，都可以改变的。 只要我们有诚心，啊，准备一些名酒来请客或送礼，让对方满意的话，我们事情呢自然可以圆满的解决。啊，这马祖呢提示我们啊，那我们综合所有呢马祖的一个签诗的一些要件呢，啊，那解释完以后，我们呢顾问呢整理出来。 这个签诗呢，时间最好的时间啊，顺应天时，要把握定义啊，什么地方还有人和天人地的信息，还有感应的方法，在我们网络上面的灵签解说呢，就有详细的记载。然后会诊了29项大家常问的问题啊，关于。 很详细的解说，哎，供大家参考。最后呢，棍要提醒，抽到此签的一个重点的提醒：第一，抽到此签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再一次的请示神明，啊，请示神明，啊，因为签诗中漏遇一轮明月照，漏遇一轮明月照，十五团圆照满天，所以一定要再请示一下神明。 要完成什么事情呢？或是要等什么人到达呢，才能圆满？啊，尤其要问清楚15路15号，啊，是哪一个月的15号？啊，一定要问清楚。所以你可以在抽一支签问清楚，或是用直教宝贝直接的问清楚。啊，是要完成什么事情，或者要请什么样的人的帮忙啊？等什么人到达？ 啊，才能圆满，啊，这是这次签的重点，第二个，抽到此签原则上是好签、吉签，但它有一个特别要警告我们的、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满招损、盛则衰的一种警告。啊，倘若呢遇到有人过分呢文思形象。 展现得意风光之相，如果有人呢故意的在外表弄得很好看，非常得意风光，啊，要给你看，你要特别的留意。人的成就是依起平常呢努力而来的，并不是呢临时去打扮呢，啊，用外在去装扮而来的，不要被人家骗了，就要看他平常的努力啊，平常努力啊。 第三，要有实力，再加上适当的包装形象，我们可以遇到呢贵人赏识，而一举成名，功成名就。啊，第四个重点呢，此签呢，你生来抽到呢非常好。啊，如果呢你有老公、丈夫，有男朋友可以依附、可以靠的话，那更加。 啊，更加啊。第五啊，谈到婚姻感情，还未婚的人呢，有良缘将至，一生可因夫而贵，要好好把握。男生呢，可得到呢贤妻相助。如果你有对象正在交往中，良缘可成啊，非常好。 啊，已婚者呢，可幸福到白头。第六个，问身体健康。年长者呢，有病，可是可以拖，慢慢拖，可拖延。啊，若能呢，再请神明指示，要做什么样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平安圆满。啊，一定要再抽个签。 在保个杯的资格教呢，问清楚，做一些努力呢，我们会更圆满啊。所以年长者不要怕啊，是要拖的。可是呢，我们可以请神明指示，做怎么样的努力，就可以圆满了啊。年轻的人呢，可平安，不用担心。若能问神再指示，那就更圆满啦啊。所以这之前最主要是要请神再指示。 若遇一轮明月照嘛，啊，15团圆照满天就很圆满的啊。第七，这马祖的这个新签特别提醒的，我们不可以去那种肮脏污秽的地方，及小人当道的地方。那如果不幸呢，我们遇到了这些小人，就要赶快呢想办法远离。如果需要解决，那就要。 委屈自己，要去跟他互动应酬，招待他们名酒啊，宴客名酒啊，慢慢沟通来解决。这之间的重点提示我们，我们要追求功名的地位，一定可以得到。那你要靠平常的去努力，你努力多了，你就成就就会很好。那是你生来就很好了。 除了自己努力、平时努力以外呢，你可以依附男生、依附老公、男朋友、男生以金钱，以金钱。然后在这圈里很重要是说，你要把事情你有事情要把它圆满，要把它解决，你要一道一轮明月到，明月照。你要等到呢一段时间，15号，当然你要问清楚是哪一个月的15号，啊，或是年终。那最重要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你要一定要在抽签，一定要在执教宝杯问马祖，要完成怎么样的事情，还是要等到某一个人到，啊，找到某个人的帮忙，这个一定要问清，你才会15团圆。啊，才会圆圆满满的，就是这一圈提醒我们的。那先前呢，马祖告诉我们，我们呢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呢当道，我们就要受委屈，可是我们不要被污染了，不要同流合污，一定要力行坚持正道。可是一定要相信，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怎么样沟通，都可以改变的。所以只要我们准备一些好的酒、名酒，那跟他宴客，耐心的跟他宴客，跟他沟通，一定可以解决，啊，人际关系呢，顾问常常讲啊，人际关系就是送礼请吃饭，你就好好的宴客他，送他一些名酒，啊，因为呢他是属于那种啊喜欢喝酒的，还是怎么样，那所以我们送酒啊宴客，请他喝酒。慢慢的沟通，然后送礼就可以解决。所以我们遇到呢问题要面对问题，要解决，要相信所有人都可以改变。只要我们诚心的跟他沟通，然后呢送礼请吃饭，我们都可以圆满。啊，以上呢是顾问呢跟大家分享第46签第46签。感恩大家，谢谢大家，马祖慈悲。